我今天下午来之后，然后有个朋友就送了我一瓶矿泉水，然后他在矿泉水上面就写了一些字，他说还记得上次来，因为我上次来东海的时候，刚好从香港回来，然后我发现台湾有一个就是学校里面表演的场地竟然比香港红磡体育场还要大，真的，对，所以就是真的很大，我就在台上看，其实会有一种自己躺在开演唱会的感觉。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再靠近，再靠近一点，真的。好，虽然有些规定啊，那个挡住了不行，我觉得哈，但是真正规定，真正游戏规则。那我在这首歌里面就想象一下，我们彼此是非常靠近的，然后对，再大声一点，我们假装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演唱会里面的样子。
热情的鼓励，谢谢你们。接下来要唱的什么？这首歌还没有收录在，就是唱片的时候。也许真的要找，就是也许网络上面会有一些就是资料，但是其实歌我已经唱了很多年了。那今天在这边也在特别为你们演唱这首歌。那总之呢，就是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是我们每天每个人心里的太阳不一定会升起。那祝福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你们想要的美好的明天。那今天不唱太阳这首歌，要唱每天都是一种Thank you.